三二一。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两位一起站到我的大哥身边。你说这个就是上海女生首次尝试用蜡像来定格舞动的瞬间，真的太帅了。好的，最后三秒钟照顾一下两边的镜头，左边右边。好的，谢谢谢谢水云女士。哎，我们稍事休息，同时我们有请韩庚上前一步，来和蜡像一起留下珍贵的照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个舞台将会完全属于韩庚先生，可以照顾一下多方的媒体的镜头。还要照顾一下粉丝的镜头是吗？好的，给你们最后三秒钟的时间，韩庚很辛苦的，好吗 ？OK， 三二一，好的，谢谢。来，我们上前一步，话筒给您。哇，真的超帅，而且它竟然是一个动态的感觉。这个非常非常少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抓拍动作的时候我不停在跳，不停在跳。哦，就当时在制作的时候就不停在跳。因为不光是在正面去拍的照片，侧面后面都要拍360度的一个，所以就不停在跳，不停在跳。哎，那当时在蜡像量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故事想分享给大家？是不是整个时间要多久啊？你自己回想一下。挺长时间的，我记得有差不多有3-4个小时。3-4个小时的，然后一直在跳，然后就是跳完了自己就跟蜡人一样，就转来转去。哦，像自己要转，感觉脚下有个自动的旋转台是吗？自己转。好的好的，那其实呢，我觉得还蛮辛苦的，但是为了这份荣誉，我觉得怎样都值得。而且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对您。就是出道13周年，在各个领域当中做出了非常非常杰出的表现，以及在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于公益的这份执着，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表彰，你们觉得对不对呢？对。而且其实今天啊，我们有准备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神秘嘉宾来到现场，他是谁呢？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这就是街舞总导演陆伟怀陆的，有请。天天刷微博，转发分1亿，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